有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，就像今天的菜一样，青椒上锅，小火慢煎，煎至虎皮状，有一点焦黑，用刀轻轻刮去表面焦的部分，调料的配比是关键，味道好不好就看这里了。倒上52下，让它们充分的融合，把它夹在馒头里。别看卖相好像不怎么样，但是味道好到我一次性能吃掉3个馒头。你要不要来一口？